大概有200人会按赞，精密的计算，太好了，业绩成长30%。好，再来这首歌，我看一下小超哦，我们要唱一首很安静的歌，因为你也知道，明天很辛苦，今天没有什么力气，唱一下安静的歌休息一下。这首歌呢是在讲一对男女一见钟情的故事，所以是男女对唱 At the River。Smile